吃饭，但没想到今天下大雪，所以这雪大到我们眼睛有点张不开，因为风也很大。现在呢，准备去超市买一些 yogurt 当我的午餐。Pretty fantastic. Years pass by with our goals intact. In tandem, we're dancing. Till the nighttime laps, we're in the daytime stranded. Your self-esteem taste can't. 我现在刚换好衣服，等一下呢要跟 Hannah 去喝下午茶，所以差不多要准备出门。然后现在来选香水，我最近买了很多这种小香，我发现那个 Le Labo 他们可以直接买这种小小的香水。我今天决定要喷这个，好，那我们准备出门。我现在在等 streetcar。我们今天要去的这间店是一间思思康的店，是我前几个礼拜发现的店，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思康做得很可爱，然后蛮好吃的，所以想说今天可以跟 Hannah 约在那边一起吃。然后它是比较在多人都比较西边的地方，所以我刚搭 Subway 然后再转一下车。早上有热瑜伽，所以可以再吃一个。我们现在刚吃完思康，然后我们要去Ossington 那一条走一走。可以耶，所以它可以的。很冷吗？很冷，超级冷，快冷死。
今天现在已经是三月底了，但是昨天下了一场大雨。对，这个礼拜突然就是变得非常的冷，然后现在是大概在应该是负五度吧，我记得早一点。给大家看下雪恶心的那一面，有没有？对，下雪并不是浪漫的，对，都是很浪漫的，因为其实都很脏。对，我们两，而且我们两个是穿一样的鞋。我们要去这间可爱的葡萄牙小店逛逛。放那个隔热垫，对，隔热垫，还有这种，啊，这个很可爱，这也很可爱，很喜欢这个，很喜欢这个，很可爱 ，nice tent。今天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来逛街，安娜想去的店是一间卖那个首饰的，哎，在这里。逛一间植物店，今天就是随便走随便逛的行程。我现在逛完了，要准备回家。现在在编辑的影片呢，是纽约那一支影片，应该是你们看到的上一支影片。我知道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更新影片了，所以想说赶快趁着现在有时间把影片出一出。今天呢是礼拜天，是丸熊他一个月一次的剪发日，然后通常他剪头发的地方在北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开车去北边，顺便去买菜。不过出门前，因为我们就是去北边通常会去比较长的时间，所以可能要先带 Summer 去散步一下，所以我等一下差不多换个衣服就要带 Summer 去散步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去北边。这是我昨天帮婉熊带回来的司康，我们刚把它热了一下，你想吃吗？他只在意他等一下有没有可以出去玩。我觉得他们家很特别，是他会给你这个马斯卡彭 cream。 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衣服，今天的香水，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。哎，我们要来买饭团当午餐吃，饭团。我们之前最喜欢的饭团是在 downtown 一个台湾人，应该算台湾人的那种 style 的早餐店，
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北边的 TNT 它有一些店会现做给你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一间可以现做。去剪头发了，他通常剪头发的时间就是我的午觉时间，所以我睡醒了。今天的太阳实在是非常的大，所以晒得我有点热，所以我刚刚只有小睡了一下。来稍微介绍一下浣熊剪头发的这个区域好了，就是在北边的多伦多通常是这样子，一个 plaza 一个 plaza， 然后一个 plaza 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店，这样这里有比如说有牙医诊所啊，有很多的餐厅啊，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没的的商场这样子，然后他剪头发的地方就刚好在这个里面。之前有的时候他剪头发的时候，我就会在那个 plaza 逛一逛，有的时候会去买一些面包啊，然后或者是他有一个卖中药材的地方，所以我有时候如果说煮汤然后需要一点材料，我也会在那边找。对啊，浣熊好了。说想要吃牛肉面，所以我这次跟我妈学了食谱，想要做牛肉面。Oh, we finished the last one. I think I finished the last one. I think. Okay. 我们现在要准备跟浣熊爸妈一起吃晚餐。他们就在隔壁。在刚换好衣服，要准备来煮今天的晚餐。我妹之前从泰国带回来给我这个打泡猪肉的粉，所以我想说今天来试试看煮，看看会不会很到底。这是我们今天简单的三菜，浣熊，小狗，Thank you. Let's try. How did they get it so dry when you eat the paga pra at restaurants? 明天的便当搞定。我现在呢要准备带 Summer 去一下兽医，因为通常是四月的时候我们会拿那个就是预防跳蚤那些的那种，就是可以自己 apply 在那个动物身上的东西，通常是四月，可是今年因为是暖冬嘛，所以我打电话给兽医的时候，他就说哦，建议我们现在就可以用。然后因为我们上一次去看兽医是九月份的事，所以他就说顺便去做个检查，然后就可以看说他有没有长胖啊，才知道他的剂量要拿多少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差不多要准备出发了，因为今天其实是平常的 working day，
然后莫名的非常的忙，所以我等一下应该会搭个 Uber 去看他。Summer， 好，那我们准备出发。Her weight feels good. Not too fat? Yeah, I wouldn't have her gain more. Yeah, okay. I would say she's kind of at that cusp. Hi. Waiting. It's okay. So she's been doing well? Yeah, she's been well. I think we're just getting the tick prevention, but I think she gained some weight, so we need to weigh her to see how much she weighed now. Yeah. Here we go. All done. There's a bee bite. This little bee bit you. I just have your vaccine booklet in here as well. Thank you. Okay. Thank you. 现在要准备回家了，去了一趟兽医，花了我480块的加币，就是在这边养宠物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不过买的那些 prevention 都可以用到11月，所以算是就是蛮久的这样。我现在刚换好衣服，要准备去吃晚餐。我们今天要去韩国城，跟 Hannah 还有 Vicky 一起，他们都是今年 MBA 一年级的学生。那差不多，准备出发。苦瓜茶啊！我之后要来这里买菜。苦瓜茶，各位，这是我的戏剧化朋友们，你不要把它拿起来，然后讲个。Can I get one six pieces for three and three? Thank you. I want six pieces. Yeah, thank you. 大家早安。这个周末呢是长周末，所以其实今天是礼拜五，但是已经开始放第一天假了。我今天呢要来做牛肉面，第一次的尝试，因为我妈上次来拜访我的时候有稍微教我一下，所以看起来是不难，所以我想说今天来试煮看看。但是早上先来煮一杯茶，我妈从日本帮我带这个南阿苏26茶，非常的好喝。上周去超市的时候有看到这个像手打面的，那么今天要来用这个面，然后再搭配酸菜。